来源，这个可以减刑。哦，好，不用，应该不用。其他人有减刑减到的？对。有没有？之前第一审判决，杨嘉玲他们都减到刑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你自己考虑清楚。拿钱的是杨嘉玲叫我跟宋应华各前兄拿钱，嗯、我负责他们拿钱给我的。嗯。肖明业完全没有，我不知道联络人是杨嘉玲都联络我的。你跟你讲说杨嘉玲都认罪了啦，人家讲再讲讲杨嘉玲那时候没有用了，你懂意思吗？但是真的是他联络我跟他们拿钱，我啊，如果要这样你都没有机会了哈。先跟你讲好哈，我先跟你讲啊，反正我都跟你讲了啊。来，现在开始录音哈。卡拉克要请律师，宋英华被抓，要帮他请律师这样子。那肖明月是不是有问宋元宪说要不要送他出国？那个，肯定是有问宋元宪说要有被抓我，我还帮你安排了呢。我没有听到。你印象中没有听到？其他人都讲。讲有了哈，那你自己可能要想一下。酬劳是肖明月指示的哈，然后是你拿酬劳给他们的。我不知道。啊，李昌俊啊，李昌俊这样讲，四个人都这样讲啊。应该我不知道。讲清楚啊，如果这样子，对你的薪水没有帮助。我真的是娘家里跟我，他是哦是联络。他完全我不知道他负责什么的。啊，我住在那边，他是除非做中介的时候会跟他在一起。不要说讲中介的了，现在四个人讲肖明月的讲得很清楚很细，五个人你被判最重，你被判无期，宋英十七年多，李昌俊十六年多，宋英华十四年多，然后两家也十年，你自己想清楚。你如果要这样子的话，去袒护一些其他的共犯，我没有要袒护他，我没有要袒护他，没关系啊，但是你自己的那个啊，肖明月没有拿钱给我过，不是，检察官只是跟你讲，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我知道，你要再袒护他的话，对你没有用，是，要怎么说？是说，是招。那时候他要找你去啊？是，好像是共犯吧？因为肖明月是共犯，是不是？对。